咁呢一條咧，因式分解啊，星域做咧，將個121啦，變咗11的2次，減呢一個 x 加六括弧二次啦，咁所以得到咧就係11加呢個 x 減六 ，x 加六再乘11減呢個 x 加六。啊，點解我要寫中括號呢？因為你拆括號的時候咧，小心啲啊！11加 x 加六，呢度係11減 x 減六嘅呢個位，負正得負，最多人坐喺呢個位啊，小心！咁如果你呢個位啱咧，你之後都啱噶啦。11加六就17個，17加 x 呢度就11減六就5個。減 x 啊，就係咁啦。